落嚟咧，我都好想介紹下我哋今晚嘅見證嘉賓。佢係嚟自馬來西亞嘅，從小咧其實佢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佢唔止樣子甜美啦，而且仲擁有一把天籁嘅聲音。佢最近咧亦都參演過一部福音嘅電影，真係好多才多藝嘅喎。咁事不宜遲啦，我哋都邀請公安玩 Karen 上台同我哋分享佢經歷啊！大家好。Hello， 大家平安。我是馬拉 Karen 公柯韻。咁係啦，咁馬拉嘅朵咧，就大家都有一聽佢介紹我啦，係咪先？即係我嚟自馬來西亞。當然，即係其實咧，另外一個原因咧，我叫馬拉 Karen， 大家知唔知係咩啊？有冇聽過一個歌手咧，唱歌好勁嘅咧？阿 Karen。I can't live without you。 有冇聽過啊 ？Mariah Carey 啊，邊個中意佢啊？誒，得我一個咋？誒，係仲有一個咋？嚇，呢個暴露年齡系列啊，呢個。咁咧，因為我好中意佢啦，咁我嘅名咧，就即係呢個 Mariah Carey 其實係點嚟嘅？就係因為我好中意 Mariah Carey， 跟住我就搞 get， 我好中意 Mariah Carey， 咁我係 Mariah Carey 咁啦，咁就變成我嘅名就，跟住啲人話：，呢個幾搞笑喎，不如你真係用呢個名去參加全民造星三啦，咁我真係去參加咗全民造星三，用呢個朵，所以就係咯，好開心啦，今日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關於我來香港11年 OK， 其實呢我自己本身呢是今年是沒有團圓的，雖然是我很想團圓，因為我家人是馬來西亞。我自己本身為什麼會跑到這麼遠來呢？因為我小時候是很憎我的爹地，我跟我爹地呢一定是敵人嚟嘅，前世不知道做咗啲咩，不過信咗耶穌唔信呢啲係咪？咁咧就係、是、因為我細細個啦，就好曳啦，我交嘅朋友啦，好多都係男仔，全部都係男仔，唔係嗰啲拍拖談戀愛未咁快住，係啦，咁咧就係、是、全部都係男性朋友啦，又食煙又講粗口啦。咁啦，好曳啊！嗰啲男仔，咁我就同佢哋咧好 friend， 因為我自己本身咧男仔頭啲啊。咁咧，我爹哋咧睇到咧係非常之擔心嘅。點解咧？你睇我咁靚係咪先？做爹哋個個都擔心啊！所以咧就係、是，唉，爹哋就擔心我學壞，就係、是、唔想我學佢哋咁啦，又食煙又講粗口。咁於是乎咧，爹哋咧就對我非常之嚴厲。嚴厲到咧，係唔俾我夜晚出門口，即係我太陽落山之後咧，我一定要喺屋企噶啦，我冇得去朋友屋企過夜，女仔都唔得噶喎。所以咧，我細個咧就開始好唔開心啦，就覺得冇自由，爹哋你唔俾我自由，你好衰，你係衰人嚟嘅。所以我爹哋叫我做乜嘢，我就真係完全唔想聽。跟住中學啦喎。開始談戀愛了，哇！第一個初戀啦，係咪先？有冇人回憶翻初戀嘅感覺？係啦，係啦，就係、是、嗰個感覺，係啦。咁咧，我初戀嘅時候，哇！爹哋咧嬲到反台啊！我記得咧，佢又拍台，又拍我個腳，又想打我，不過又唔打落唔落手，結果就揸車揸到我嘅初戀男朋友屋企前邊，跟住威脅人哋。威脅完，跟住車我翻屋企，你要同佢分手。嗰陣時喊到我 feel 啲 feel 咧，啊，分手唔得喎，我好愛佢。跟住佢問我：你知咩叫愛咩？話我知咩叫愛。跟住我就唔聽佢講，我就唔分手。跟住咧就兩個咧就見面咧就面咗。我一見到佢就走去房入邊啦，唔想見到佢嘅。跟住咧。有一次嬲到我真係直頭咧想離家出走，不過一諗下唔得喎，我冇錢喎，所以我係咪好現實先？你冇錢你去邊度住啊？係咪先？你要去邊度啊？係咪？冇喎，冇地方可以去。OK， 忍一忍啊！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离开这一间屋企，我一定要去得好远。跟住好啦，读完中学啦，有机会可以去其他地方读大学啦。咁咧，爹哋问我你要去边度读？英国？点解？够远。咁咧，我就跟住爹哋话唔得喎，好贵喎，我供唔起啊。不过吉隆坡如何啊？咁我喺一个岛入边啊，沙巴嗰边嘅。我話哦 ，OK，OK，OK， 好啊，都好過冇啊，係咪先？啊，去完吉隆坡咧，就真係完全可以自由啦咁。跟住就去咗讀大學。咁咧，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到吉隆坡，我喺嗰個吉隆坡嘅嗰個星光大道嗰度奔跑，好似電影咁奔跑。Yeah！ 我終於得到自由啦！咁啊，哇，好開心啊！自由嘅空氣啊！咁啊～几爽啊！冇人管，冇王管，冇人同你讲呢个唔做得，嗰样又唔做得，唉，真系好烦。所以咧，我就开始咧喺吉隆坡就开始放肆啦。我细细个系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 ，by the way， 跟住咧我又完全咧唔去教会啦，完全离开神，跟住自己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好曳。OK。跟住咧，結果我就好幸運喎，因為好中意唱歌嘛，咁我就入行。入呢一行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去演出、去比賽。咁我記得我去2009年，我就去咗台灣去踢館，嗰個超級偶像係啦。咁我踢贏咗啦，跟住有機會咧就去香港喎，嚟香港呢一度踢館喎，就係踢呢一個超級巨星啦。咁我踢完之後咧，咁就有間唱片公司咧就有興趣簽啊，即係係咯，類似係帶我嚟香港發展，因為我已經有唱片公司噶啦，馬來西亞嗰邊，咁就嚟到香港呢度發展。咁咧不過好似好正咁啊，所有嘢啦。突然間所有的勢變了，因為突然間間公司又不做了，跟住又執咗粒啦，咁我就點算好啊？我好想留喺香港，咁咧我就好任性啦，為咗離我爹哋遠少少啦，不如嚟香港咯。咁我當然嗰陣時亦都有另外一樣嘢咧，令到我都好想嚟香港。就是我跟我以前的唱片公司嗌交，意見不合。咁咧，我都是同一個反應，同一個做法，就是逃避嗰個關係的破裂。我就走，一走了之，一個人就嚟到香港啦。咁喺香港生活咧，的確係好難啦，少少嘅積蓄，跟住要揾地方住。哇！香港嘅樓真係好貴。所以那陣時係好辛苦，因為樓嗰度都有問題，咁我就租咗一個好細嘅單位，又唔係單位嘅，因為係同人哋一齊住，咁就有即係係咯寄人籬下嗰種感覺，咁就要屈就少少，就係可能我唔可以咁夜瞓啊！我夜晚我要練歌啊、唱歌啊，我都唔可以放聲唱，因為會吵到噶嘛嗰間屋嘅人。咁其實嗰陣時，因為地方又細，你知道馬來西亞住係好舒服噶。邊個有住過馬來西亞嘅屋噶？係啊，幾多尺啊？廁所大過我個廳。咁誇張？咁誇張？咁你馬來西亞廁所瞓咪好咯，講笑嘅，係啊，嗰度咧差唔多800至1200尺係最 common 嘅，我哋住嘅地方。而我屋企好舒服噶，我屋企好大，我屋企係即係2000尺一層，不過有兩層，係啦，咁有4000尺嘅空間，不過好平嘅咋，真係好平。咁咧就於是乎就住喺香港，跟住就有啲開始有啲情緒病啦。個情緒病咧係屈出嚟噶，一嚟我又冇親人啦，
二嚟冇朋友，三嚟冇神，跟住又冇錢，空間又細。嗰陣時又唔知道要同邊個講，又同爹哋又咁，係咪先？咁完全搞唔掂啊個人。所以咧，我就嚴重到係點咧？嗰陣時咧，就有陣時喊到咧，係瞓著咗，跟住起身又再喊過，跟住就爆曬濕疹啦，塊面唔靚啦，跟住又入 lift 嘅時候咧，會有啲窒息，跟住想嘔嘅感覺啊！跟住等紅綠燈都係咁啊，好緊張嘅人，真係有啲 panic attack 嘅感覺，呼吸唔到，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就真係好搞唔掂啦。咁去到有一個電視台啦，咁嘅電視台咧就係、是我遇到鬼妹仔陳明恩，跟住同埋 Gary 劉廣源。就喺入邊啦，跟住佢哋就走過嚟同我講 ：Karen，Karen，Karen， 見你好似好緊張喎，哇，係啊，好緊張啊，我幫你祈禱啊，哇，哦，好啊，跟住咧祈完禱之後咧，佢就話：不如咧你跟我翻歌手小組，一個團契嚟嘅，一個團契有全部都係歌手喺入邊，即係有君心妍啊，有Mimi鄧婉玲啊，有。係咯，好多歌手啦，即係係咁，大家喺嗰度聚會啦，睇關心妍嘅屋企聚會。咁嗰陣時我就應承咗，即刻去啦，去。跟住喺關心妍屋企，我發現一樣嘢好特別啊，就係、是、啊咁奇怪呢、這個地方。平時我走出街，啲人有黑口黑面咁，又要。鬧人啊，又成啊，又好唔開心。不過嚟到呢度咧，硬係好開心嘅喎、哦。跟住阿關家姐、關心妍又煮曬啲餸啊，好味嘅嘢啊，擺喺你面前啊，爭少少餵你食嘅喎。即係不過佢冇啦，都係佢已經擺到喺你前面嘅啦。咁就覺得好有愛啊！點解會咁嘅？佢係一個大家都識嘅一個歌手。好敬重嘅歌手前輩，佢竟然咁嚟招待我，啱唔啱啊？個中文係啦，招待我嗰陣時，我覺得我好似哇，好受寵若驚啊！呢、這個感覺好好啊！於是大家喺嗰度啦，有查經啊，又唱詩歌啊，敬拜啊，傾偈都好緊要。喺嗰度傾偈係可以講曬我咁多年嘅鬱結。全部講出嚟，冇人嫌棄，佢哋會幫我祈禱。跟住，我覺得自己好似爭啲嘢。我覺得點解耶穌咁愛我，死喺十字架上邊，跟住佢個寶血原諒我，點解我仲憎我爹哋呢？點解我仲憎我以前嘅公司咧？點解我又要得罪咁多身邊嘅人咧？好苦讀。嗰陣時我諗諗下，我有啲驚啊。其實我最唔可以原諒係我自己啊，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好錫我，不過我就係冇睇到呢一個事實。而因為耶穌呢一個動作，死喺十字架上邊，我個人即刻係融化咗。送呢一首歌《愛是不保留》。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重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
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耶稣的爱是不是很奇妙？他令我觉得我这样不配的人都可以得到原谅，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原谅一些我很生气的人？虽然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要怎么打那通电话给我爹地，或者我得罪过的人，或者我伤害过他们的人，不过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当我一心一意，我说主，我想原谅这个人，我求你帮我，给我力量，电话就来了。我爸问我，阿女，你在外面这么久，你累不累啊？你累不累？你们累不累？他说，如果你累，你可以回家，我随时可以养你。我那一刻，我说，爹地，我不回家，不过因为这样我有动力继续留在香港。跟着我原谅我阿爸，我原谅了我自己。继续留在香港，继续拼，继续找我的梦想。不过这个力量是前所未有的，是重新得力的。好像新人一样，每一次我向前跟人家去说对不住，要求人家原谅我的时候，我好像背了一个很大的背囊，每一次都将它放低，啲嘢又放低另外一样嘢，我又跟很多人
去修补关系，我的旧公司，我伤害过的人，全部我走去跟他说对不住，去修补那个关系。不过不是个个都这么顺利的，我又遇过一个直头不想理我，不想睬我的，很难的，搞几年了。不过卒之他都是原谅了我。那时候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很多的情绪病都好翻，我那些会晕啊，想呕啊，那些湿疹啊，现在没有湿疹啊，绝没有啊，我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试过有湿疹啊，是不是很神奇啊？我真的觉得是，哇，这件事真的是心得医治，全身都得医治，几咁 powerful 啊，几咁有力量，个力量系多到，就算我觉得好绝望，我嘅梦想冇可能可以实现嘅时候，我多咗机会，我有力量去参加全民造星三，一个好苛刻嘅节目。一个真人 show， 好多人抨击你。不过感谢主，我有心力去应对，冇事。我亦都受到祝福，就是有机会同陈友哥一起拍一个福音电影，今年4月15日上电影院。跟住更加神奇嘅系，咁啱嗰一日放宽咗。由 50% 的人可以入电影院变成 75%。 神的 timing， 神的力量是不是很奇妙啊？我真的想不到他祝福是很多很多很多，不过更加祝福的是每一日我有神和我同在，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一起身就会感谢主，感谢主，没有你真是不得，那种感觉啊，不会空虚啊。我未去到天王巨星的级数，不过我没有空虚，因为我相信如果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比你，是加，不是只是给，是加给比你好多我意想不到的祝福。我好多现在我懂得去应对关系破裂了，刚刚跟人家吵架而已，跟住好人之常情，是吧？真的成日都会吵架的啦，是吧？咁有勇气企出嚟认错，去修补，即时修补，唔好等到佢发酵先至修补。呢一样嘢系神不断系咁锻炼我，令到我同人之间嘅关系唔系逃避，唔系我要越行越远，系我要拉近嘅关系。嗌交唔紧要，我哋和好如初，更加近，同神都系一样。我选择了跟神修补关系，不过有人未选择跟神修补关系。其实神就好像我爸爸一样，女儿子，你累不累啊？你累就回来，我养你。神是这样的爸爸，是有这样的爱。你们去选择要不要去修补和天父爸爸的爱。多谢。好，多谢 Karen 公安委的分享。
我哋咧而家都有请大埔浸信会主任牧师李淑仪牧师同我哋分享信息嘅。中秋节就系代表咗一家人欢聚嘅时候，代表咗我哋可以共聚天伦嘅时候，依、这个都系我哋期望见到嘅画面。不过喺香港，越嚟越多人话俾我听，如果要开开心心、团团聚聚咁食一餐饭，越嚟越觉得唔容易。唔容易系咪冇钱买餸食唔到饭呢？绝对唔系啦。我记得当我好细嘅时候，香港好穷噶。喺嗰阵时，我哋仍然就算系清茶淡饭、咸鱼青菜，我哋都好开心，可以咧好开心咁嚟到去生活。喺中秋节，我哋食啲杂林花生啊，摸下菱角啊，吓喺度咧烧下腊啊，玩下灯笼啊，就已经一家好开心。今时今日，香港生活丰富咗好多。不过就算我哋越嚟越丰富，好多屋企都话俾我听，要开开心心、团团聚聚一齐食一餐饭，系比以前越嚟越难。第一样系咩原因？就系忙咯。阿仔要补习啊，阿女要去咧夹做 project 啊，哥哥点解翻唔到嚟？因为要开 OT 咯，所以就唔可以一齐食饭啊。好啦，算啦，我哋大家咧一齐夹一个时间，一齐食咗嗰餐饭。好啦，到开饭啦，大家围埋张台一齐食饭，一只手揸住饭碗，你一只手揸住咩啊？啊，真叻啊你哋！另一只手揸住手机，大家耷低头喺度系咁碌，系咁碌，继续嚟到去复呢一个嘅 WhatsApp。OK， 我哋又夹下三个钟，大家摆低手机三个钟得唔得？可唔可以咁样啊？中秋节我哋记住咯，摆低手机三个钟，我哋一齐食饭，一齐倾偈，享受下家庭之乐。不过一齐食饭就牵涉两代之间啦，啱唔啱啊？上一代同下一代睇事物，往往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我记得喺2019年，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2019年呢？6月12号嗰一日，嗰一日咧吓系反修例事件好炽热嘅时间，教会咧晨早举办咗一个祈祷会。让弟兄姊妹嗰啲咧心里面有压力、有啲担心、有忧虑嘅，可以翻到教会嚟到去祷告。嗰一日祈祷会之后，有一位嘅长者就捉住我同我倾偈。其实佢唔系好老嘅咋，大我少少，60零70岁啦。咁佢就同我讲：淑仪牧师啊，淑仪牧师，我而家好担心，好唔开心，好忧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出去，难道他不知道我很担心他的？原来我才知道他的孙出了去参与那些抗争活动。如果他的孙在这里的时候，你猜他的孙会怎么说？可能他的孙都会说：淑仪牧师啊，淑仪牧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想我出去。你会发现现在在香港那个两代之间的鸿沟，大家看的事物就在这个急速转变的世界里面越来越阔，那个鸿沟越拉越远。咦，那同一代是不是会没事啊？同一代坐在一起吃饭是不是会很开心啊？啊，有人拧头哦。我记得有一次有一餐饭，有两兄弟啦，个阿哥咧系做警察嘅，细佬咧系做社工嘅，跟住一路食饭一路倾偈，本应好开心，后尾倾到香港社会嘅情况，跟住由于大家立场唔同，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大声，跟住点收科咧？喺未打交之前，个阿妈出手啦。阿媽怎麼做呢？
阿媽就話：唔准嘈，而家食飯，大家收聲。跟住嗰餐飯食唔食得落啊？如果你喺當中會點啊？大家耷低頭，繼續爬，係咁食，係咁食。究竟食唔食得落呢？我諗食咗落去都背脊骨落呵。大家唔傾偈，唔講嘢，似唔似搭台啊？大家冇交流，同搭台有咩關？有咩分別呢？我諗咧，頭先阿 Karen 咧講見證，哇，好精彩啊！我聽得咧，即係唔想你停啊，講埋依半個鐘就好啦。啊，咁你一路聽我就諗啦，啊，如果中秋節嘅時候 ，Karen 同爸爸未和好之前，一齊坐喺度食飯，你估下個場面會點啊啦？我諗佢一路好快好快想爬完嗰餐飯，跟住走，跟住爸爸又唔同佢講嘢，其實同搭台有咩分別呢？不過又好奇怪嘅喎，我想問下大家啦，你搭過台未啊？好多人都搭過，喺香港好少包一張台嘅嘛，係咪？好多時都要同人搭台啦。同人搭台嘅時候，你食你嗰碗飯，你睇你嘅手機，隔離嗰個食佢嗰碗飯，睇佢嘅手機，你會唔會覺得背脊骨落噶？你唔會嘅喎，誒、哎，你睇你嘅事，我睇我嘅事，關我咩事啊？係咪？啊，你唔會話咧拍一拍隔離，喂，不如我哋交流下，傾下偈啊？人哋可能會覺得你傻傻地啊，啱唔啱？所以咧，你會發覺搭台唔傾偈冇乜關係。不過，如果是一家人、自己人、相熟的人，我們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們沒有交流，我們好像搭台一樣，我們就會很不自在。為什麼？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有關係。你試試想真一點，你只是會緊張跟你有關係的那些人。每一日睇新聞，可能你會見到有好多咧天災人禍，你會好傷心，你會好難過。不過如果你知裡面有一個係你嘅家人，你嘅難過會突然之間超出咗好多好多倍。真嘅，我哋好少懷疑，原來關係影響我哋嘅生命非常之大。雖然關係是看不到、摸不到、聞不到，不過它就是纏繞著我們整個的人生。當關係好，我們會覺得很開心；當關係不好，我們真的痛不欲生。原來當我們想真一點，每一個的人，當我們出世的時候，原來我們就已經活在一個關係網的裡面。關係就編織緊我哋嘅人生，係不能逃避。你試下諗下嗱，你第一個嘅關係係乜嘢嘢啊？當你一出世，第一個同你建立關係嘅係邊個啊？係你阿媽啦，係咪啊？突然之間有一個唔識嘅女人，突然之間成為你好熟嘅一個嘅人，呢一個人就係同你建立咗第一段嘅關係。雖然你唔識佢，不過一生一世你會好緊張佢。正是因为这份血浓于水的这种的关系，你会因为他的一切会影响你的心情。没多久，可能你会认识到第二个关系，就是叫做你爸爸啦。跟着可能有你的哥哥啊、家姐啊，有很多的家庭关系，跟着有很多其他的关系来到建立。你会知道，你会很紧张他们，因为他们跟你是有一份紧扣的关系。我记得你看过一篇新闻的报道，描写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在中秋节的时候揸着一个女人的相，他说这幅是他妈妈的相。原来他妈妈一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他。一岁啊，怎记得啊？都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就是因为这份血浓于水的关系，当他越是长大，他就越去怀缅他自己的妈妈，好想找回他，揸住张相去到以前生活的地方，去到可能他会出没的地方，问那些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啊？你认不认得他啊？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那个新闻报道问这个男人，你为什么要找回他呢？
周圍都咁多女人，隔離屋可能都有啲嘅，你都唔去揾，點解要揾翻去？你揾翻去想做啲乜啊？嗰、那個男人只係講咗一句：其實我冇乜嘢想，我只係想見一見佢，睇下佢而家係點。冇啊，就係因為依份關係，將佢哋緊緊嘅連埋喺一齊。你試下諗下，當你大啲嘅時候，讀書嘅時候，有好多同學建立咗同學嘅關係喎。當你最中意翻學嘅時候，係你同同學關係好好嘅時候，係咪？如果當你同同學關係唔好，你會想逃學、避開、唔想見人。翻工都係噶，唔係因為工作忙，而係因為同同事嘅關係好唔好。如果關係好，你會發現你好想翻去，一齊開開心心，一齊砌掂佢。依個係我哋好想嚟到面對嘅一個好嘅關係。影響我哋最深嘅係邊一類嘅關係呢？令我哋最牽腸掛肚嘅係邊一類嘅關係呢？係我哋自己建立嗰一個家，我哋嘅配偶，我哋嘅兒女，我哋嘅家人。家常常都話係一個避難所，每一日忙忙碌碌完咗之後，我哋好想抌低一切，翻到屋企安歇一下，做翻一個我自己嘅我。不過頭先都有分享過，邊度傷得我哋最深呢？唔單止家係我哋安歇嘅地方，往往家亦都係傷得我哋最深嘅一笪地方。點解會係咁呢？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好緊扣嘅關係。你珍惜佢哋，你愛佢哋，你哋咪自然會緊張佢哋啦。關係正係編織緊我哋嘅人生。如果我哋嘅關係好，每一段關係都好，我哋嘅生命就會變得非常之滿足，我哋會好開心、好如意。但係如果我哋關係唔好，我哋生命會充滿著各樣嘅緊張。話知你間屋幾大，話知你銀行户口有幾多錢，依一個關係唔好，會影響你整個嘅生命。影響你的健康，就好似 Karen 講，當呢啲關係會令到佢有濕疹一樣。關係唔好，會影響我哋嘅形象，影響我哋嘅自信。如果處理得唔好，更加會摧毀我哋嘅一生。我記得咧，曾經睇過一段嘅新聞報導，記載一個人個名咧就叫做阿方。阿芳咧就好似阿 Karen 咁靚女啦嚇，咁啊好後生咧識咗一個男仔啦，咁個男仔咧喺努力追求底下咧，佢哋就同居埋一齊，仲有咗 B B 啦。咁後尾咧，阿芳話唔得喎，個仔唔可以咁冇爸爸嘅喎。咁個男人咧就話：好好好好，我搞掂屋企嗰個，我儲你翻去。真啊，終於離咗婚，佢可以成為咧依個正印入咗依個屋企，順順利利生咗個 B B， 諗住以後可以開開心心、團團圓圓，一家咧好開心咁生活。不過好景往往都係點啊？不常係咪？好景一定會不常嘅。阿芳的先生那個的舊病又來了，又是開始厭棄自己的家，在外面又去認識其他的女性，正是這樣，阿芳開始覺得很不安全，為什麼我屋企會這樣，第日自己會不會被迫離婚，兒子成為了這下一個單親的兒子，於是乎他日餓夜餓，自己的丈夫要他來到去放棄外面的女人，知不知道結局是怎樣？竟是不得啦，仲差啲。結果依個男人不斷嚟到去避，後尾佢仲咧成日都唔翻屋企。阿芳唔知點處理啊，
这份的关系好像心如刀割，在他的生命里面，虽然他住着大屋，虽然他的仔有得吃，虽然他有工人，不过他很不开心。这个不开心就好像毒素一样来到去蚕食他的生命，结果他心里面充满着这个恨意，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亦不懂得去解决。终于有一天，他就拿起把刀斩伤了自己的仔，跟住他就跳楼自杀。真，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看小关系这件事。关系可以推动我们去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我们个个都想关系好，想生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但是怎样才可以有好的关系？怎样才可以嗌完交可以破镜重圆？好像 Karen 说，真的我很赞成，怎会不嗌交的呢？你谁没嗌过交的举手？没有的，没有人不会不嗌交的，我都会有的。人始终是人性，不过嗌完交之后，大家识不识怎去处理才是重要。刚才 Karen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怎样可以让这个在背脊骨落的饭餐成为欢天喜地的筵席呢？怎样可以将这个撕裂的关系能够重拾来到去修补呢？不是靠胶水，真的，屋企人嘛，哪有隔夜仇的，讲声对不住就可以了。试过讲对不住未啊？嫌易讲啊？呢三个字容易讲嘅，起举手啊！啊，有一个咋，少过头先嗰啲手啊！系啊，呢个字真系唔容易讲，特别当你咧即系眼火爆嘅时候，更加讲唔到。点解讲唔到呢？我哋必须承认一样嘢，嗱，我哋必须承认，坦白承认，原来我哋都系罪人，真，我哋都系罪人。我们常常都被这一个血气来到去缠绕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第一宗罪一样。圣经里面记载到亚当犯罪，怎样犯完罪，神问他为什么你会吃了禁果啊？他有没有说上帝 sorry 我做错？他有没有这样说啊？他没有这样说。他怎样说啊？他说即系你做嗰个女人咯，俾呢个果我食，诶，即系边个错啊？上帝错啊，系咪啊？你会发觉人就系咁，人有罪性，人会自私，人会单顾自己，自以为是，甚至乎会推卸责任。我哋常常见到系别人嘅错，就好似圣经里面有一句好好嘅经文，佢就咁讲。他说我们只是见到别人眼中的刺很细条的而已，不过见不到自己眼中的亮目很大条的。我们看到人小小的问题，看不到自己大大的问题，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去复和，没有办法踏出那步跟人说对不住，没有办法来到去将这个破镜来到去重圆。不过刚才 Karen 提了我们有一个办法，他后来告诉我们，原来藉着耶稣是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到，神爱世人，他爱我们每一个，他见到我们在这个关系网里面不断来到去挣扎，不断来到去被生命被蚕食被扭曲，他都不喜欢，于是乎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面，当他的血流出来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再犯罪，我们可以求神赦免，他会加力量我们重新来到做人，以致我们可以修补我们身边的关系。唯有关系好，我们才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十字架，大家想不想象到是什么样子？两条木是什么？两条木就好像两条桥一样，
一条打直的桥。这条桥呢，由我们在地下行上去，一路行上去，一路行上去，就可以行到天父爸爸那里。原来在直的这条桥里面，天父爸爸就在等着我们。你累不累啊？需不需要休息啊？需要你回来啊？我在等着你啊，没有隔夜仇的，我们自己人，我等着你上这条桥，与我和好。第二条桥呢，就是打环那条，是不是？打环那条桥，打环那条桥就好像比人与人之间，本应是相距很远的，不过他们踏上那条桥，终于他们就能够在中间来到相遇，和好如初。不过这两条桥先要踏上哪条才可以到另一条啊？先要踏上打直的那一条，我们才能够去到打环那条桥。唯有我们愿意回到去天父那里，我们才有能力与人来到去复和。唯有当我们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在人的面前来到去互相来到去宽恕。就正如圣经所讲，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又要饶恕别人。唯有当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有这个罪，看到自己好不行，我们好想改变，我们踏上打直那条桥，我们接受耶稣的宽恕，我们才有能力来到与人和好，修补和人那一个的关系。有一位太太，她姓孙的，孙先生和孙太是在教会里面来到认识的，至少就在教会一起来到在团契来到去长大，两小无猜，很开心，后来拍拖，后来还结了婚，人人都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很爱主，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不过当他们渐渐长大，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儿女，他们越来越忙，越来越忙，越来越忙。于是乎他们渐渐越来越少回教会，越来越少做灵修，越来越少与弟兄姊妹相处，越来越少和神来到去交往。去到中年的时候，生命面对一个巨浪，孙生的生意面对冲击，于是乎他每一日都借酒消愁。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有什么支点，因为他都不知道怎么算，他每天在喝酒，孙太就在提他，喂，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的，你身为一个男人，你应该振作一点。于是乎他们每天在家就来到去吵架，每天就在这里，来到你说我，我说你，话得多。终于孙生越来越少回家，越来越多留在出面的地方。孙太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又不知道告诉谁听，他已经很少见他教会的朋友，他自己一个人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受苦，越想越埋怨。有一天他就坐在家里，十二点多了，孙生还没回来，他又不知道死了去哪里，是不是在外面背叛我呢？我要跟他同归于尽。于是乎他想了个巧，他半掩那道门，他要在门上面摆一盆热水，等下孙生一回来一推门，怎么样，那盆热水淋下去淋死他。当孙生回来了，咦，今天这么怪的，半掩门的，发生什么事呢？他试试轻轻推那道门，望入个厅里，见有个女人坐在那里，他慢慢走过去
咦，自己的老婆来的。跟住孙太起身拎一杯茶给他，你喝了酒啊，这杯茶可以解酒啊，喝完之后你入房冲凉睡一觉。哇，孙生揸住那杯茶手都震埋，不知道喝了之后还有没有命在第二天嘛，所以他很害怕。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那套剧不是跟剧本的？真人真事来的，这个。为什么不是跟原著地发生呢？原来当孙太最仇恨准备同归于尽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回想回以前他信耶稣的时候那种的喜乐，回想回昔日他怎样跟先生在主里面那份的情谊，回想回以前当他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耶稣怎样帮他，他突然之间醒悟，原来最衰的是自己啊！为什么自己在忙的时候生了 BB 的时候就远离上帝，现在令到仔女连丈夫都已经远离了神，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苦涩的女人？就在那一刻，圣灵在里面提醒他，光照他，不用怕，耶稣爱你，他等着你，你回来吧。就在那一刻，孙太跪在那里祈祷认罪，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他祈祷，于是乎他心里面就有一道爱，耶稣的爱就涌流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在那一刻，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可憎的孙生，他看到的是一个可怜的孙生。就在那一刻，他觉得他应该要去宽恕对方，因为自己都有错。于是乎他就改变了原初的剧本，决定重新来过，重新再在主的里面来到去来过。真人不会不犯罪，人不会不去做错事，但是藉着耶稣的爱，我们可以重新来过。藉着耶稣的宽恕，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去宽恕其他人。唯有当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懂得去宽恕，我们生命的关系才能够破镜重圆，让我们经历丰盛的生命。你呢？你又怎样？你跟人的关系又怎样？刚才说有些人你很真的，有没有一些人你真到好像阿芳真她老公一样要跟她同归于尽？你呢？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关系很紧张，令你每一日好难过呢？或者我哋而家试下眯埋眼啦，嗱，大家一齐跟我做眯埋眼，试下睇下你嘅脑海里面浮现出边一个嘅样，嗰个嘅样正系同你有一啲紧张嘅关系，有一啲撕裂嘅关系，你见唔见到佢？你见到佢系一个可憎嘅人，只是一个可怜的人？当这些面孔浮现出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到耶稣那里让耶稣帮你呢？我们继续眯埋眼，我们专心聆听我们内心的说话。你有没有一些紧张的关系需要耶稣帮你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孙太那样，在这里我很想邀请你，如果你知道自己有一些关系，你很想耶稣去帮你，我很想你在这一刻作为基督徒，你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我愿意为你祷告，让你好像孙太一样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你举手。好，可以放下。现在第二个邀请，
我向那些未信耶稣的朋友来到发出邀请，我们继续眯埋眼。刚才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举了手，他们知道原来唯有耶稣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你未信耶稣，你愿不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以致你这些紧张的关系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我请你现在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如果你想起一些令你愁烦的面容，一些紧张的关系，你愿不愿意耶稣来帮你？你从未邀请过耶稣进入你生命里面，今日我要帮你，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愿意，我请你现在立即举手。感谢主，机会过了就没有了。你觉不觉得圣灵在你心里面不断敲你的门？各个各个各个，你是不是心跳很快？他正在邀请你放低自己，以一刻珍惜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就能够让你来到去回复昔日那个好好关系的你，不要成为一方感即知摧毁自己的人生。我最后向大家发出这个邀请，如果你未信耶稣，你好想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解决你这一个关系的问题，请你现在举手，我为你祈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各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多谢你，你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你不断跟我们说，你累不累啊？你累，你回来啊，我等着你。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曾经信你，他们是信你的基督徒，他们有阵时都面对着一些紧张的关系。不过刚才他们举手愿意告诉耶稣你听，我们愿意啊，我们愿意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学习来到复和这些关系。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帮助刚才举手的基督徒，让他们有力量去与那些紧张的关系的人来到去复和。主啊，我们都为到头先愿意举手相信你的人，我们来做祷告，求你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的宽恕进入他的生命，他才有能力来到去宽恕其他人。主啊，我们在这一刻愿意求你进入刚才举手愿意接受你的弟兄姊妹当中，让他们就现在开始他们生命充满你自己的爱，充满你自己的宽恕，让他们由今日开始就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求主你赐福他们，因为他们愿意举手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恭敬的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得胜的名，阿们。